说最近佳木斯一法庭审理一起民间借贷合同纠纷案时，被告马某竟然在开庭后，哎，你咋给撕了？被告巧准时机，竟然把原告提交的借款合同原件撕碎。你干什么你？给我住手！这还没完，马某竟然把碎纸吞进肚子。最后法院考虑马某80岁了，宽容处理，罚款20000元。你可是真老赖，又老又赖，吃了一张纸，外债增加20000元，还吃吗？你到老给子孙留下的宝贵遗产，就是不讲理的家风啊！